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了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嗯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。啊！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心意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吗？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，影印机里落了份文件。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给我过来！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色妖精啊你！有什么直接问我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嗯，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！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其实呢，那个位置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了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嗯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。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心意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吗？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，影印机里落了份文件。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给我过来！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色妖精啊你！有什么直接问我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嗯，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！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其实呢，那个位置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了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嗯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。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心意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吗？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，影印机里落了份文件。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给我过来！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
四样都问你。有什么直接问我，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。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其实呢，那个位置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。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蜥蜴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嘛。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影印机里落了份文件。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跟我过来。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四样都问你。有什么直接问我，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。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其实呢，那个位置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。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蜥蜴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嘛。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影印机里落了份文件。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跟我过来。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四样都问你。有什么直接问我，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。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其实呢，那个位置其他途径泄露出去的。好像有头绪。是，真的有很多头绪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想不通呢，就先放在一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的任务。OK。OK。OK。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坐过去。
是不是很痛哦？对不起啊！啊！你当然对不起我。干嘛这么大声？现在是蜥蜴在咬你，又不是我咬你，小事而已嘛。我又不是说手指。那天我在公司迎面机里落了份文件，关我什么事？那份是我们组的金饰设计图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装蒜，给我过来！我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看到你拿着份设计图的 copy 照。色妖精啊你！有什么直接问我为什么要看监控录像？看着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问你也不会承认。你不相信我是吗？现在事实就是拍到你拿走了，你怎么解释？嗯，没错，我是经过了影印机，我是看到你们设计图，我是拿走了一份，但是我没有给老板看。谢礼才怪！能不能安静一点啊，两位？就是啊，吵得人头都痛了。偷偷跟医生说，跟我说干嘛？我不说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你也不会坦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其实呢，那个位置。